症嘛。坦白讲，我们最后就是没有理解是发生什么事，但是知道听到碰撞的一声。那我们的司机就停在当地，然后警方来。那因为这个骑机车的这个骑士，他看起来没有大碍，因为他就自己就走起来在旁边哈。那离开应该是你们自己决定，是你们快闪吗？不是，我们是等警察来了以后，好，那确认这个三方的司机都没有问题。那因为我们是坐在后面的乘客，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。